20世纪80年代是美国及西方国际阵营战略调整获得重大成果的年代。美国自越战之后长期推行的软争霸和平演变战略，在这个年代的后期终于看到了曙光。苏联这个昔日始终令对手生畏的超级大国，此时像一个中了慢性毒药开始发作的病人，逐渐显出了难以挽回的颓势。尽管他还拥有足以毁灭对手甚至世界的巨大军事能力，但经济和财政的困难，国内的社会矛盾，特别是领导集团的政治迷茫和动摇，已使得这个庞然大物步履蹒跚，摇摇欲坠。И вы, 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Но это отнюдь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Горбачев не видит. Все является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ым правом съезда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Это я пропускаю очень многое. Все, ваше время. Но я кончаю. Два регламента истекло. Сейчас. И прошу извинить меня. Так.Внимание! Я предлагаю группы депутатов. 1989年8月15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文章以骄傲的口吻写道：“对苏联的伟大美元攻势正成功的发展，3万颗核弹头和用最新科技成果装备的世界上最大的军队，却不能掩护自己的国家领土拒绝渗透的美元。”他已经把俄国的工业消灭一半，打垮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并瓦解了苏联社会，苏联已不能抵抗。所以专家们预言说，他的覆灭是最近2至3年的事，而我们则应当对那些伟大计划给予应有的评价。塔夫特制定了它，罗斯福润色了它，而且而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彻底地执行它。1991年11月，撒切尔夫人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抑制不住激动地说：“我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美苏的全球争霸恰恰成为了中国最重要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70年代末，走出10年动乱阴霾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痛苦而深刻的反思中重新校正了前进的方向，以更加成熟理性睿智的政治眼光，深刻洞悉了国际形势和自己的历史方位，抓住美苏争霸对我的战略需求，及时调整对外政策，果断做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改革开放，实现了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历史转折。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美之间曾出现过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10年蜜月期。意识形态的对立和悬而未决的现实矛盾，此时在表面上都已淡化。我们将同美国政府领导人和国家朋友共同探讨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个领域的交流和合作问题。中美之间似乎真的从对手变成了伙伴，从对抗变成了合作。而实际上，双方的决策层都清楚，这种关系现状的形成，对于中国而言，是为了改变安全环境、发展环境，摆脱封锁封闭，走出一条全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动战略选择。对于美国而言，则是为了集中应对主要对手，实现美苏争霸战略目标而被动收缩战线的策略选择。从国家利益出发，把握国际合作与斗争，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探索与开辟中国道路、中国前途的抉择，同时也是中美之间全新历史关系的开始。在两国长达200多年的交往中，这是中国第一次以完全独立、平等的身份得到美国的战略需求与尊重。而这一关系的改变，实际上也预示着两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合作表象下掩盖着的未来较量。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穹顶上骄傲地飘扬了70多年的这面旗帜被缓缓降下，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终于在世界瞠目下上演。一个有着近90年历史、近2000万党员的超级大党宣布解散。краткое изложение заседания кабин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но я его еще не читал. А вот зачитайте. Просите подписать указ о приостановлени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компартии.这个曾经令世界生畏的超级帝国几乎是在瞬间轰然倒下，而这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竟然就像当时一家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是在苏联全社会的集体沉默中完成的，甚至听不到一声叹息。回望历史，我们时常会发现，这一对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往往被人解读成冷战结束的标志。而事实上，它恰恰是发生在冷战结束之后，而不是之前。这是一个绝对不应该被忽略和误读的细节。无论它是否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在客观上，苏联的解体都是冷战结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当主导着世界格局半个多世纪的美苏两大阵营的冷对抗，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指引下逐渐冰雪消融，并最终以苏联方面主动放弃所谓冷战思维而握手言欢时，其结果却并没有出现西方政治家们预言的世界大同和历史福音。热情地伸出橄榄枝终结冷战的苏联，不仅没能得到自己热切期盼的战略回报，反而在对手的顺势一击下，瞬间毁掉了几代人70多年艰难积累并付出了民族高昂代价所成就的全部基业。23号白天，苏共中央书记处有5位书记被搜查。我因为积极宣传共产党，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那些大学生，还有那些受指使的人员，有一些外国使馆的车给他们送来吃的喝的，他们纷纷向我们吐痰，侮辱我们。这是我人生经历的最屈辱的一刻。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ледует признать, и об этом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что круш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было крупнейшей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атастрофой века.
这一超级的历史嘲弄留给了世界争论不休的种种疑惑，而留给俄罗斯的则是社会的倒退、国家的衰落和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今天，这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的大变局已逐渐散去了重重迷雾。一些历史的脉络在冷战胜利者对战略成果骄傲的盘点和炫耀中隐隐浮现。美国中央情报局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前不久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中，毫不隐晦地写道：前苏联的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透露，关于前苏联的体制在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政府并不感兴趣，美国的任务就是要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彼得·施瓦茨甚至露骨而傲慢地说，谈论前苏联的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他在书中详尽披露了美国政府采取隐蔽的斗争策略及手段，逐步动摇前苏联领导集团对自己制度的信心，诱导其一步步走向解体的具体过程。历史不能假设，但研究历史的假设却有助于把握现实和未来。从苏东巨变无数种如果的推测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结论：没有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冲击，苏联的存在和稳定不一定就是必然的。但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一个不是自我完善而是自我否定，不是锐意进取而是固步自封，不是相信人民的力量而是相信西方神话，进而失去了执政根基的政权，一步步走向衰落和覆亡，则一定是必然的。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成为了持续近半个世纪冷战的最终胜利者，同时也使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美国的下一个对手。中美关系迅速逆转，在中国六四风波后即已结束的中美蜜月期，随着苏东巨变的历程也进入了更加寒冷的季节。国际格局骤然发生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国内的剧烈动荡，使中国和美国都重新面临着一次重要的战略选择。对美国来说，是在未来彻底遏制中国，还是在接触中改造中国呢？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战略选项。刚刚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成功搞垮了最大的战略对手苏联，在空前胜利中受到巨大鼓舞的美国精英们，在慎重权衡后大胆地选择了后者。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接近、接触和接纳中国，逐渐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才能更有力地分化和瓦解中国。这是战略成本最低、代价最小而效果最好的方式。199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克林顿把这一战略思想表露无遗。
中国有一天也会走上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政权的路。美国必须做他能做的一切来鼓励这个进程。担任美国总统后，克林顿进一步公开宣称，美国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信息、国际交流以及类似的软手段来破坏中国共产主义制度。在中国，任何对此持异议的人都无法阻止他，正如柏林墙最终还是倒塌了一样，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美国选择了接触加遏制的全新战略方针，逐步解除六四风波后对中国的一系列制裁政策，转而开始实施以经济主导的全方位渗透。他们一方面更加确信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渐进渗透，逐步动摇战略对手的根基，用软性战争将其击垮是最佳战略选择。另一方面，他们也更加自信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较量已经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自然落幕。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书中甚至大胆预言，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将因此而构成历史的终结。苏共亡党意味着是加马克思主义的失败，绝不是说共产主义失败，而是因为他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这些根本宗旨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最高纲领他放弃了共产主义，这样他才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他不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就不拥戴他了。此时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两种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和现实问题，特别是六四风波造成的巨大政治冲击，使得一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道路产生怀疑。面对国内反对改革开放的种种质疑，面对苏东巨变引发的国际社会主义危机，此时的中国究竟应向何处去？死了，死也不搞社会，不搞开放，改革开放发展，真逐步的改善人生活。别闹了，这个我任何一条路都不是死路，都要去。几千年了，是时候了，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从理论上深刻系统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进一步提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的新时期国家战略，庄严宣告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我们要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发展道路和历史责任理性认识的再一次升华，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第二次伟大战略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之间
再一次出于不同的战略目的、战略选择而重新走到了一起。而实际上，这则是一场以彼此合作的方式暗中展开的经济竞争与政治较量。双方都怀着完全不同的意图，各自发力。一场世纪博弈的大幕由此在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悄然拉开。3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以翻天覆地的变化展示出令世界惊叹的伟大奇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前的3645亿猛增为近52万亿，增加142倍。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从371元上升到26700元。国家外汇储备由1.67亿美元上升到3.31万亿美元。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所走过的发展历程。这个曾经饱受凌辱、积贫积弱的古老东方大国，如今焕发着令世界赞慕的勃勃生机。它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至深至伟的创造能力，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优势和光辉前景。面对这个始料未及的变化，西方一些主流精英也不得不发出由衷的感叹。美国前助理国务卿、新自由主义学派和软实力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2008年在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想想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你就会知道，这是非常不平凡的30年。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发展为世界上演了一段炫目的奇迹。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重量级智囊布热津斯基2009年再一次访问中国时说，这种变化是引人注目的，甚至堪称异乎寻常的了不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奇迹般的快速发展，彻底地回答了历史曾经的种种疑问。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雄辩的证明，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发展进步的伟大实践再次雄辩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坚定做出的两次关键性战略选择，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然而，历史的回望，30年前中美出于不同战略判断开始的这场竞赛，中国的战略成功是否就已经意味着美国战略图谋的彻底失败呢？中美之间战略博弈、战略竞争的大棋局是否已然分出了胜负，或者说这个棋局早已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了呢？美国真的乐见一个在世界东方快速崛起的中国？中美之间已经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最终将殊途同归了吗？邓小平早在1989年就清醒明确地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警惕，
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还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美国政府驻前苏联大使汤普森在1964年就露骨地指出，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对华政策与现实的长期利益相一致。我们的目的过去总是驯化中国共产党，在此方面遏制战略加道义批判只取得了甚少的成功，所以为何不改成遏制加颠覆？美国总统布什在其第二任期就职演说中更加明确提出，美国将在世界所有国家推动民主运动及建立民主制度，最终目标是在世界上根除暴政。因此，策划不流血的革命，在全球推行驯化改造，便已成为布什第二任期的重要任务。这是一家设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总部，其使命是专门为非民主国家街头政治活动提供培训和资金支持。其领导人艾德尔扬·卡拉特米奇显然对他们的战略计划成竹在胸。绿色表示的是民主国家的地区，深蓝色地区则是非民主国家。在这里，推行民主改革的难度比较大，这也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这一地域是哪里呢？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1997年6月，美国发表被称为《美国新世纪计划》的宣言，签名者包括后来布什政府的重量级人物：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威茨、国家安全会议主席艾布拉姆斯、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博尔，甚至还包括了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这个计划明确提出，21世纪美国的对外政策基本方针是谋求建立在全球的永久绝对优势地位，威慑企图发挥更大全球或地区性作用的潜在竞争者，先发制人打击被怀疑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国家。该计划认为，中国构成了美国的最大威胁，要求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和进行军事威慑。他们还特别强调重视中国的政权更迭问题，这实际意味着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秘密战争的重点目标。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卡根讲得很明白，911之前，美国战略圈已经开始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把中国看成美国的下一个重大战略挑战者。这种观点在克林顿时期的五角大楼里就形成了。布什上台后尖锐地指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一个战略对手。至此，中国是美国的挑战者这种观点得到官方确认。那么，快速奔跑的中国应该怎样防止脚下的风险？应该怎样辨识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积极应对的现实挑战？
应该怎样趋利避害，把握正确的方向和制胜的方略，这是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进程中必须做出历史性回答的一篇大文章。中国美国无论是合作还是斗争，都注定了是这个世界的主角。那么中国和美国的发展呢，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吸引。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世纪的同行者，我们就应该怎么来认识它？对于美国的基本的战略，全球战略是一个什么样的全貌？对中国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打算？我们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呢，那么我们很难成功的在这个世纪和这么一个世界的主要大国来同行。知己知彼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战略主题，在数千年的历史风云中反复上演着或成于此或败于此的国家命运悲喜剧。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和美国的世纪较量也必然首先从这里开始。它甚至是分析预测两国战略意识、战略准备、战略能力和战略优势的关键视角。来自美国的调查报告显示，美国政府、军队、智库和大型跨国公司每年研究、分析、预测中国各方面走向和问题的专题报告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有一份关于中国的报告出台。其内容不仅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大多是长期的跟踪调查，很多研究已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深度。而美国民众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程度却显得十分有限，很多人对中国的认识甚至缺乏起码的概念。2008年，在一次专业机构组织的调查中，200万受调查的美国成年人中，竟有22%的人认为新加坡是中国最著名的城市。中国恰恰也有两种情况。2010年，中国社科院中国人看美国课题组在全国8个城市就美国和中美关系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有近1/2的受访者表示对美国一般了解，有3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现实表明，我国大多数民众和广大党员干部对美国自然情况及中美近代以来历史关系的脉络基本熟悉，但相对而言，各级政府和社会研究机构对美国的深度研究却均未形成规模。长期跟踪研究美国的不仅只有少数专业职能部门，且研究内容和范围也相对有限。同时，一些所谓学者精英又利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合作的新特点，以深度了解美国的面目出现，或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或对美政治经济体系进行合理性、先进性甚至正义性解读，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公众的认知。2010年，国防大学专门为此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这次调查在问卷内容设计上突出了对美国政治本质的基本认识及对中美战略博弈的认识等内容。调查的结果显示，大多数高中级干部对美国霸权本性有较明确的认识，但对美国的政治本质、美国对外政策的逻辑基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走势和策略伎俩，特别是对我实施隐性攻击的手段及威胁，在思想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很多人对美国的总体了解程度竟与民间一般的概念化认识相差无几。民众更多的了解美国的社会，他会产生某种的对社会的向往，
哎，这是一种，就是第一个已经是一个很危险的因素了。那么政府层面对美国的缺乏这种精细的研究呢，说明在这么一种看不见的战线斗争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是很非常容易这个占下风的，一到了关键时候，这一点会让我们反应都来不及。现实表明，对于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在全球化浪潮中成功迈向21世纪的中国来说，面对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观念转化、成分转代的实际，再一次慎重审视知己知彼这一首要战略问题，已日益成为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对战略对手的深入了解，增强战略警觉和防范意识，不仅是我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斗争中更好把握主动和应对挑战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我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政权建设，切实筑牢防渗透、反颠覆国家安全基础的迫切需要。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崛起，注定要伴随着无数艰难险阻的严峻考验，注定要面临各种敌对势力的现实挑战。在这场波澜壮阔的世纪博弈中，较量可能无声，但斗争必然尖锐激烈，决定着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历史结果将最终在这场较量中产生。This comes at a time when we see the strength of American leadership across the world. Across the world. Across the world. We've demonstrated what collective action can achieve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2003 Rose Revolution. The 2004 Orange Revolution. She was allied with Yushchenko and became. What collective action can achieve in the 21st century. For Tunisian President Zine Abidine Ben Ali.What is it that they want? What are they preparing for?转基因是运用科学技术手段，从某种生物中提取所需要的基因，将其转入其他生物中进行基因重组，从而产生特定的符合介入者选择性需求的变异物种的过程。转基因看起来并不是对原有物种的破坏，而只是利用现代基因遗传技术对物种进行了一点点介入性的改造。但实际上，这种看似微小的基因改变，不仅使得原来物种的完整特性不复存在，而且也使得新的物种特性完全被介入者控制。美国动用国家战略资源强力推广的转基因粮食，实际上就是美国通过控制世界粮食生产，进而控制世界的手段。那么，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美国是否会在社会领域隐蔽地制定和推行一种政治转基因战略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早在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就曾在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这样说道：人的脑子，人的思想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迄今为止，这依然是美国政客们对其施行的政治转基因战略最为直白、最为形象的描述。
在他们看来，以美国的价值观作为武器来改造世界、重建国际秩序，是进行政治转基因最为彻底、最为有效的办法。尼克松说，在我们使物质世界改变面貌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在政治上改造世界。美国常常是手无寸铁地步入思想战场。越战之后，美国更多地选择了不战而胜的战略，这是一种以军事优势为后盾，而以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为主要武器的一场软战争。第一个主要对象是前苏联，其结果是美国以完胜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现在和今后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That it will prevail, that the dream of our founders will live on in our time. 奥巴马政府执政后，更强调使用所谓巧实力，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也更加重视以政治转基因、颜色革命等方式对目标国家隐蔽实施政治更迭和政权颠覆。现实表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加积极也更加巧妙地以政治和文化渗透实施软性战争，不仅已成为美国维持霸权的一个大战略，而且也已成为西方政治家们改造世界的一种大规模隐蔽杀伤武器。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这一现实威胁和危害更加不容忽视。一方面，中国综合实力和美国涉华利益所构成的冲突风险及成本，是美国对华战略设计中极力避免硬对抗的必然考量。另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中美之间日益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又给美国实施各种隐蔽渗透和软性攻击提供了现实可能。因此，以政治转基因的方式谋求巧妙地支配中国，而不是简单地肢解中国，已成为美国战略精英们的优先战略选项。而这也正是希拉里所说的“殊途同归”的真正含义。综合分析不难看出，美国的政治转基因战略不仅早已聚焦中国，而且也隐蔽集中在以下五条战线展开。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一次凤凰涅槃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化相互汇聚融合，对立的意识形态相互碰撞消长，不同的社会制度相互竞争较量，中国人民万岁！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相互渗透斗争。在这样空前复杂的环境和条件下，我们不仅要现实地回答，社会主义中国是否具有比西方更优越的发展优势，而且要历史地回答，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具有比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更优越的制度优势？如果说第一个问题，中国已经用自身发展的奇迹向世界给出了确切答案的话，围绕第二个问题的斗争则远远没有结束。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与我的经济交往合作中从来没有放弃在政治上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他们充分利用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企图通过把持经济话语权逐步向把握政治话语权拓展，以经济上的接轨促进政治上的并轨，以民主、自由、人权等作为旗号，通过渐进式影响我社会转型来逐步诱导我政治转型，特别是谋求间接影响左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骤和方向。非政府组织是西方国家体现自己国家意志的柔软触角，这是一家西方媒体在不经意间对这类组织所做的精确概括。当前在国际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境外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以种种名目大量涌入中国，他们深入而广泛的活动正在中国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治生活方面，产生着其官方政府难以发挥的作用和影响。美国福特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卡特中心和亚洲基金会等长期以来都不遗余力地积极为我国的基层选举和地方管理改革提供不同形式的援助。亚洲基金会项目发展主任邱月伦曾坦诚，西方社会之所以热衷于此，是因为从中看到了民主的种子和推动中国真正民主化的潜在力量。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农村选举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帕斯特更加明确地表示，为推动中国的演变，不仅要谴责政府的停滞，而且应对它向自由化积极迈步给予鼓励。2004年，在美国国务院和卡特中心的联合邀请下，来自我国一些党政部门的领导和高校学者所组成的四个代表团赴美国观察总统选举。短短数天，美方安排了大量密集的访问座谈，并对代表团的整个行程做了极为周到周密的安排。他们精心的投资很快得到了所需要的回报。代表团回国后，参加活动的某市人大常委会干部竟在网上发表文章称，选举是政府获得国家权力的合法来源和执政基础，通过定期举行的选举活动来完成国家权力的更迭，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成熟的表现。同时他还赞美美国主流媒体长期恪守真实、自由、快速、中立的新闻准则，具有良好的职业素质。我各类党政干部出国学习考察的活动也已成为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巧妙施加影响、进行隐蔽渗透的重要途径。美国著名智库国际共和研究所明确提出，要与更多思想开放的中国官员建立联系，并将关注重点放在教育培训中国政府官员上。一些基金会受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委托，专门物色所谓年轻有为和可能平步青云的官员，以各种名目分批送往美国培训考察。而有的基金会则专门以我各级党政干部为攻坚对象，实施长期的所谓资助项目。多年前，时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约瑟夫·奈就明确指出，对中国官员的培训已成为哈佛大学非常有影响的和政府学院优先支持的项目。从中国学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
策划和运用文化力量来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始终是美国政府一以贯之并不惜动用各种国家资源加以长期推进的战略工程。在美国精英们看来，运用文化力量来潜移默化地推行西方制度和价值观，不仅是瓦解对手的有效途径，而且是按照美国战略构想来塑造世界的最重要也最隐蔽的策略手段。100多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提醒当时的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将因此而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坚定地认为，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二战后，美国政府更加重视积极发挥文化渗透的战略作用。1946年，在参议员富布赖特推动下，美国通过了美国文化外交历史上著名的79584号公共法修正案，即所谓富布赖特法案，首次以立法形式对美国的文化侵略提供保障。194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史密斯门特法案，进一步明确了美国文化外交活动的宗旨和任务。从此，文化渗透由一种对外文化关系战略正式上升为美国国家战略。这一战略不仅指导了数十年文化冷战，同时也成为了美国后来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基本依据。艾森豪威尔认为，1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5美元的国防费用。美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宁克维奇说得更直白，在大国间军事作用有限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现代核战争无法严密保护本国不受报复的情况下，文化手段尤其应成为美国穿越障碍的一种更加重要的强大渗透工具。为此，美国政府始终不放过任何可能的形式和途径，向中国大力输出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包括以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美国精英们相信，把和平演变中国的长远希望放在下几代人身上，放在社会底层方面，是实现其政治转基因战略的理想选择。因此，改变中国年轻一代的思想价值观，在中国社会底层植入西方的信仰体系，始终是美式文化战争的两大主攻方向。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就露骨地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他变质、发霉、腐烂，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庸人和世界主义者，我们一定要做到。尼克松也曾直白地表述，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通过文化扩张和渗透播下思想的种子，
这些种子有朝一日会结成和平演变的花蕾。We're gonna change the world.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将其行动手册中针对中国的部分加以充实完善和实用化，内部代号为十条戒令，其主要内容包括尽量用物质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蔑视、鄙视并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思想，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成功了一半。一定要把青年的注意力引向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电影以及宗教迷信，在民族之间制造矛盾与分裂，不断制造新闻来丑化他们的上层，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要发动民主运动，利用一切资源来破坏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打击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为了以文化战的方式推销美国的意识形态，美国一方面对非西方国家高高筑起文化壁垒，另一方面又以贸易自由为名，千方百计打开和占领这些国家的文化市场。1998年，《华盛顿邮报》曾自我炫耀，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1996年，美国的软件和娱乐产品在国际上的销售额高达602亿美元，1999年上升为1000亿美元，2001年则达到了1600亿美元，超过该国其他任何行业。今天，在自由贸易的旗帜掩护下，大量西方文化产品合法地涌入我国市场，正潜移默化地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对以年轻一代为主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着难以估量的影响。What is desire? It's complicated.在缺乏有效抵制和积极引导的情况下，自觉不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化，已成为许多青年人追求文化时尚和个性张扬的自我表现。低俗、媚俗、庸俗的品味和一些极不健康的文化内容，在市场至上、利润第一的理念引导下，甚至已成为一些大众传播平台的主动选择。而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西方宗教渗透，在主流价值观淡化、信仰缺失的背景下，也逐渐形成蔓延之势。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基督教徒总量已悄然逼近1亿人。由于缺乏主动作为的认识和能力，当前一些领域和机构思想混乱、立场混乱、组织混乱的现象确实存在。在一些社会舆论和业务工作中，西方的观念、理论和立场正在潜移默化地产生严重的影响，并逐渐掌控了话语权，这是我们急需认真研究和切实加以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思想文化领域的争夺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暗战，
其效果却往往大于真刀真枪的战场。党的历届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就曾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邓小平同志也早就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口号的蛊惑，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滋长，严重侵蚀党的机体，把党内一些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胡锦涛同志曾尖锐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习近平同志也深刻指出，西方国家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图谋是不会改变的，他们绝不希望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保持高度警觉，不能抱任何幻想。尼克松曾说，媒体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资源。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则更加明确地说，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2010年1月，美国参议员鲁格尔曾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微博对抗恐怖》的文章，鼓吹美国国务院应该利用新网络技术来为美国的全球自由推广运动服务，开展所谓迎新运动。鲁格尔自信地预言，这种迎新运动必将会对中国年轻人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一次关于互联网自由的讲话中更为露骨地谈到，我们还要支持开发新工具，使公民能够避开政治审查而行使其自由表达的权利。我们正在为世界各地的团体和组织提供资金，确保将这些新工具以当地语言版本提供给需要的人，并为他们提供安全上网所需的培训。2009年，伊朗总统内贾德在大选中获得连任，选情引发社会争议。
为利用网络煽动更大规模民众反应，希拉里亲自插手干预美国推特网站例行的停网检修维护计划。他说，这是一种表达民意的方式。推特的使用不仅对伊朗人民，对世界人民，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也许不算是个推友，但很明显这真的很重要。在随后的日子里，有200多万条推特信息被50多万人发送出伊朗。高峰时，每小时即有20多万条关于伊朗游行集会的推特信息被发布。这些比电视直播更加及时、具体和带有明确立场的信息，迅速在世界各地激发强烈反应。然后，这些反应又被反馈到伊朗，从而引发了更大规模的骚乱。为了进一步利用信息工具，加大对伊朗政府的持续打击力度。2009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伊朗审查制度受害者法案》，并据此拨款3000万美元资助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法尔达电台和美国之音，用波斯语向伊朗广播。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伊朗电子教育、交流和媒体基金，协助伊朗人绕过因特网审查。就如同伊朗的悲剧事件，它也让人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看到伊朗人有能力将世界各地的观众与伊朗国内的人们连接起来，他们利用信息的力量来激励对当地政权的抵抗，确立支持民主的政治意识。太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的控制和运用业已成为美国向世界各目标国家发动政治打击、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2010年12月，由一个突尼斯商贩之死掀起的社会冲突视频被发布到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从而引发大规模社会骚乱，最终导致统治长达23年的总统本阿里倒台。突尼斯事件及随后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和北非中东大乱局，既是美国新型媒体战争效果的经典体现，也是其未来更大规模运用这一战争样式的实际检验和预演。毫无疑问，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早已瞄向了中国，这绝非耸人听闻。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一直掌控着网络的核心资源。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采用双重标准，对内严格控制，对外则肆意放大，利用其在互联网的绝对优势，大力推行干涉主义，强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暗地支持敌对势力对我展开干扰破坏。截至2012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了5.64亿，手机上网用户已经达到了4.2亿，互联网的舆论影响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新领域、新平台。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抢占网络制高点，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精确制导武器自越战后期问世以来，就以其高消费比、低伤亡率以及日益凸显的节点毁伤、体系破击的战略功效，受到美国政府的高度青睐。
当前精确打击不仅已成为美军的主要作战样式，而且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未来战争的形态。值得重视的是，这一军事上的新型作战样式也正在被美国政府成功地转变为政治上的打击利器。在和平演变的大背景下实施精确演变，已日益成为美国对外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在美国精英们看来，与军事上的精确打击一样，政治上的精确演变依然是代价最小、破坏力最大而隐蔽性最强的高效费比攻击方式。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始终高度重视以我重要阶层、重要部门、重要人员为主要对象，长期施加影响，积极培植代理人集团。他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些重要群体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立场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势和走向。为此，美国一方面通过无孔不入的渗透活动，利用各种机会向我隐蔽推销美国价值观念，企图使中国各级权力机构的思维逐步西化，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式思考和行事。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各种方式诱导和纵容中国的领导层出现尽可能多的腐败现象。正如艾伦·杜勒斯曾经说过的，我们将不知不觉的但积极的和经常不断的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耻和不合时宜的东西。现实表明，以两套手法展开的精确演变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政治攻势长期奉行的重要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他们或以大肆吹捧为手段，或以优厚条件为诱饵，或以掌握证据为胁迫，或以共同利益为同盟。总之，千方百计对他们选择的中国官员、学者进行拉拢利用、收买利用、威胁利用和策反利用，借此机会既大力培植亲美势力和第五纵队，又广泛制造所谓共产党制度腐败的社会舆论。精确演变就是有选择的、目标明确的演变，对于这一点，美国可以说有一整套的手段。没有足够有力的内应，要想达到塑造、掌控和颠覆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大国，基本是不可能的。还是毛泽东所说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也正因为这样，美国历来把精确演变，把在目标国培养一大批代理人作为他一以贯之的首要任务。在这方面丧失警惕最终吃了大亏的国家就太多了。这是一位法国记者在参加一场晚宴时记录下的场景。宴会的主人是美国陆军退役将军布鲁斯·杰克逊，他此时经营着一家名为发展中的民主主义国家基金会。宴会的主宾则是刚刚当选格鲁吉亚总统的萨卡什维利，他不仅拥有留美的经历，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人相信，对于他和他的国家而言，美国绝不仅仅是这场宴会的主人。格鲁吉亚多年来因贪污腐化而荒废，这证明在这样的地区，民主主义机制能发挥作用。我们和美国国民分享共同的价值观，美国给予我们的帮助将永远不会被忘记。俄国军事基地一定会撤走，苏维埃帝国已不复存在。
我说错了什么吗？哪里哪里，请让总统喘一口气。有人说您是革命的黑幕。法国的媒体果真厉害，还是去向政府官员请教吧。这是吉尔吉斯的一家民间媒体印刷厂，印刷机上竟赫然标明这是美国国有资产。杂志负责人说，吉尔吉斯政府十天前剪断了印刷厂的电源，原因是由于杂志刊登的一篇报道。这是阿卡耶夫总统的豪宅，把他和穷人孩子的照片登在一起。霍西印刷厂的电源被切断，麦肯恩议员下令接通吉尔吉斯外交部长的电话。吉尔吉斯的外交部长接听，我对印刷厂的电源被切断深感愤慨，不由令我回想起前苏联时代，这是自由社会所无法想象的。外交部长受到了一个多小时的训斥，而且无法辩解，最后还被要求道歉。我深深的道歉，政府承诺支持民间媒体。当前中国在这一方面的现实风险早已不容忽视，少数学者及官员或大肆鼓吹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或轻率处置巨额国有资产，客观上导致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社会后遗症。有的政府部门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国家资源为西方思想文化渗透鸣锣开道。党内少数腐败分子和政治辩解分子或公然损害国家利益为西方利益集团服务，或公开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卖国的言论，疯狂程度令人瞠目。其行为不仅违反党纪，而且早已触及法律底线。近年来，我们军队和地方有些核心要害部门先后发生了出卖情报、叛国投敌的严重案件，有的腐败问题也和境内外的敌对势力腐蚀渗透直接相关，往往是商业贿赂在前，情报泄密随后。特别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国家还利用他们掌控的国际金融体系严密控制着中国利境资金的走向，有一些腐败官员向境外转移赃款，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其实这些行为资料都在西方情报部门的数据库里边。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和军队的情报系统一直都在收集我军高级干部的个人信息，寻找他们的猎物，因此做好新时期预防惩治工作要特别重视，从防经济腐败向防政治腐败延伸，从防思想演变向防政权演变扩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我国的所有民族分裂势力背后，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的身影。在境内外的所有民族分裂活动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美国的声音。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干涉，不仅是始终的、一贯的，而且是公开的、粗暴的。
大量来自美方的资料表明，美国不仅直接策划了西藏的武装叛乱和达赖外逃，而且长期对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给予大量资金支持。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府每年对西藏分裂活动的资助就高达170万美元。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变换手法，以民族、宗教、人权和环境等为借口，大肆歪曲攻击西藏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西藏政策，进一步加大对达赖集团的支持。近年来，美国国会不仅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提供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政府再向达赖集团提供200万美元的专款。相关资料显示，西藏流亡政府年度财政经费的90%来自美国为主的西方一些国家。从1979年到2001年，美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邀请达赖访美达23次。美国的一位议员甚至说，在美国领导人看来，达赖是在我们需要时可以随时出现的宗教领袖。As a politician, then I feel sad. That's my wish.法轮功被中国政府取缔以来，美国不仅通过各种媒体大肆歪曲事实向中国政府发难，而且一直通过人权组织、美国之音等秘密渠道对其给予资金支持。美国法轮功之友从2001年起每年向法轮功组织提供近200万美元的资助。2002年七月，美国国会众议院悍然通过由极少数反华议员提出的决议案，要求中国停止对法轮功的所谓迫害，从而使美国对法轮功的支持进一步公开化。2005年，在美国的干涉下，热比亚赴美。美国反华势力迅速将其纳入麾下加以充分利用。2009年7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凯利在记者会上公开承认，以热比亚为首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及世维会一直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出版的报告证实，世维会每年从国家民主基金会接受21.5万美元，用于所谓的人权研究和推广项目。而该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是来自美国国会。大量证据表明，这家自称是独立非政府组织的基金会，实际上早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外输出民主、制造动乱和实施颠覆活动的大本营。2008年发生在中国西藏的314事件和2009年发生在中国新疆的75事件，从始至终都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曾为国家民主基金会起草了立法草案的艾伦·温斯坦在一次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今天干的事情很多都是中情局25年前曾经偷偷摸摸干的。除了利用这些所谓非政府组织进行公开煽动、破坏和颠覆活动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政府机构还以各种隐蔽方式在中国社会广泛开展渗透活动。
这是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职员多达500余人。这是英国驻香港总领馆，职员多达400余人。这样庞大的规模在两个国家的驻外总领馆中极为罕见。大量资料表明，这两个总领馆的职能早已超出了国家外事范围。他们不仅长期对我香港内部事务实施干预，而且已成为了半公开的反华反共前沿基地。六四集会、七一游行、抵制国民教育、占领中环等等对抗中央和特区政府活动的背后，无一不闪现着英美总领馆的身影。同时，策反中国官员搜集各种情报，制造各种具有大威力的舆情炸弹，也早已成为他们利用香港特殊环境展开渗透的重要职能。尤其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政治渗透的目标也始终瞄准着中国军队。美国前驻华武官科尔曼曾以如何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为名，写出一份在美国高层引起较大震动的秘密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其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密不可分，国家军事战略必须服从于国家战略。但当国家军事战略失效，在战争中遭受失败后，其国家战略也会因此受到质疑而破产。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问题。独立思考是中国最稀缺的资源，我们要让这种稀缺的资源变得更加罕见，直至完全无影无踪。各种资料表明，美国已将影响中国军队政治方向和政治品质的工作提高到战略层面，加以重视和具体推动。其主要的方法还是内部渗透和外部施压，内部以培养亲美力量和所谓民主力量为主，外部则以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呼吁军队国家化、中立化为主。今后美国一定会充分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利用日益增多的两军各级交往，在这两个方面下更多的功夫。对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建威支柱，筑起牢固的政治防线和思想防线。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正以方兴未艾之势蓬勃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是改变全球1/4人口前途命运的伟大变革，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发展之路、超越之路、胜利之路的伟大实践。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是所罕见，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是所罕见，我们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是所罕见。中国的发展来之不易，中国的持续发展和最终崛起必然更加艰巨。我们必须清醒看到，风险和挑战不仅来自外部，更大量来自内部。较量的输赢不仅在于警惕对手，更关键在于巩固自己。习主席深刻指出，我们尤其要把握好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
要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上世纪后半叶，中国共产党人在决定民族发展命运的关键时刻，坚定正确地做出了两次伟大历史选择，创造了改天换地、一跃千里的历史奇迹。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将探索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劈波斩浪、克难克艰、纵横捭阖、奋而取胜，实现民族复兴的千秋伟业？肩负历史重任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中再一次做出自己的历史回答。